不屑死了！啊，谁杀的？还能是谁呀？他师弟小江宗主江城呗。韩公君，我听说您与夷陵老祖素来不，为何却频频偏袒于他？屠温狗也是有功，年少成名，何等风光子弟！ 落得如此下场，想当年，他被诬陷，也算是仙门中极负盛名的世家公子。还是有人想掩盖夷陵老祖身亡。 亲自去尸体上的千疮百孔中，怎么？你也觉得魏无羡不是凶手？夷陵老祖、云梦江氏、兰陵金氏、屠苏兰氏、清河聂氏四大家族打头阵，把乱葬岗一锅端了。 魏婴虽修鬼道，但姓氏为人，因招害人，非他犯轨。虽穷其道，我也天成数剑修士，并非因你修鬼道心性迷失控制不住，而是有人刻意为之的。